K.B.的手机已经留在我哥们儿那儿了。要是我死了，他联系不上我，就会把手机交给警察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，我帮你们救人，你们竟然开黑枪打我！闭嘴！爹，给我找个地方停一下，把人处理了。 刚刚我在医院，叫护士联系了我一哥们儿，黑皮的手机已经留在我哥们儿那儿了。要是我死了，他联系不上我，就会把手机交给警察。警察很快就会顺着手机找到你们。我死了，也有你们几个垫背的。 醒了，我昏了多少天了？两天了，我还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呢，没想到骨头还挺硬。说吧，黑皮手机藏哪儿了？ 跟我玩拖延时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老娘没时间陪你在这耗。要我告诉你可以，先带我去见虎哥。你们答应过我，只要把楚娇娇救出来，就让我跟着虎哥干。说过的话，可要作数。我跟虎哥说了。 不同意。那也让虎哥亲自跟我说。虎哥亲自跟你说，你清醒一点啊！我现在留你一口气在已经算够意思了，快说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给你机会是在救你，你要是不说，你就是个死。你先放开我。 这世界很酷。